随便出一张卡片。剪刀石头布，你的是不是男生？是的。我把女生排除掉。好的，该你了。你的是不是黄色头发？不是。哥哥把黄色头发全给你。你的有没有长胡子？长了。长了，那就好办了，没胡子的都去掉。好了，该你了。你的是不是年轻人？年轻人不是。那把年轻人全给掉。哇，这么多！你快赢了。就三个了。你的有没有戴帽子？没有。没有，我把戴帽子的去掉。该你了。你的这个人是不是秃顶？秃顶是的。这个吧，不是的就可以掉。你还没赢啊？我要问一个关键的问题了，你的是不是黑色皮肤？是的。是，那你就输了，直接反杀掉。是不是这个人？嗯。